看这一场四强对战，一批阿泽只能是将军，二批右台是 Rainbow Mika。石头对这个对决的想法，这个对决的想法怎么样？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将军千万不能进教皇，他只要进去大概就死。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将军他并没有一个起身无敌技可以使用。是，反过来就是说右台这边其实在进去之前还有点不容易，虽然现在已经打进去了。对，右台他今天的进攻状况真的很好哦，是，不管有没有资源想进去就进去哦，他偏跳都有偏到，想去哪就去哪。对啊，选择的地方真的蛮赞的。对，好，几记重脚也有达到效果。他这个 TC 我记得是可以确反的。是，阿哲并没有动哦。今天不管是 Yolo 也好，还是刚才阿哲的反应也好，感觉都没有想要按回去的意思。嗯。好，又是一个中手确认在 ES 金币钩。哇，想退坑。好 ，EX 剪刀脚。是退掉哦。滚进来。哇，这个是这个拉火打去了。撞一下，带对空投。九台表现得相当精彩，先拿下第一个灯，一开始 rush 到，对，没错，接下来又没资源了，要偏跳了，右台要如何跳进去呢？哇，又走得不行，这个痛，其实 Mika 的走路速度并不算很快，是，他毕竟是摔好前走哦，他设定就是走路速度不是那么快，他要走路速度快就 OP 了，跑步倒是还蛮快 ，dash 很快，好，这个浮空的站中脚。ES 晃晃一 K， 带角落啊，整个头被跳起来了，哇，阿哲，可能平常赌博运还不错。根据我对阿哲就是打比赛了解，就是他其实还蛮常这样直接拼的，直接跳出跳，对 ，OK， 在对方没有压好的情况之下，是很容易拖出的哈。对，啊，哦，帽子对空相杀，跟 JHP 相杀，是，哦，滑梯来拿这些口很危险哦，麻烦了。啊！打爆一，最糟糕的一张镜头，生死者，对对，这个其实是最糟糕的。你要是被右台直接一个指令头没有关系，你被带一个连段也还好，可是你被抓到一叉指令头是最惨的，因为过去完全是一个强者状态，对，两个一定要猜一个哦，猜错就是。好，看起来右台绝好掉，1-0，阿哲，刚才处于一个。领先的状况之下被逆转哦，哇，点得漂亮，阻止了极致中奖，好，好，啊，这个又失误了，这个拉火又喷出来，哇，怎么会一直喷拉火？阿哲，拉火只要不是一叉的，100分的是负的，而且负非常多，是，哇，这边把机会给了右台，一波鱼了，好，还不会带走，可是有一波折，顶一下，前后，哦，挡对了，机会来了吗？啊，没有安他，又被速点。哦，这个中拳按得漂亮，轮推一下，拉火 ，cycle power， 好 ，EX 剪刀脚，右台这时候应该不解了啦，找个机会爆 V 吧，哇，角落，有点危险的，哦，大位魔术，哦，直接 dash 两次，直接顺身到后面了，是因为这个将军如果在把队友完全压进角落的时候，他的大位魔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点快，就是你看不太出来，这样他平常 dash 的，我觉得是动画跟那个分数的，动画跟分数看起来有点，对，就是好像特别快的感觉，可能也就是说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快，实际上其实没那么快，对，只是动画大家看起来非常快，是，好，倒转被顶下来，啊，基本上这个对决你不太可能用普通倒转进去啊，那是一定的，毕竟米卡有 NMD 嘛，对，哇，这个点的真好，又来，他不提满的来了，哪里去控，哦，直接 V 板。可是还有他的气功，哎呦，空中这一下，哎，运气不错，阿哲。又来，今天强点成功率真高啊！好 ，V 板，哦，不集气的中脚，哇，他的会不会带走呢？还差一点。OK， 两下的下轻脚不构成连段，但是也可以把对方带走，收血1-1，阿哲扳回城。还不错哦，其实阿哲这边第二，我觉得他第二盘其实就有稍微调整一下他的一些防守部分哦。嗯，他现在比较舍得用 V 反的，是，毕竟就是这个被靠近的压力实在太大，被靠近压力很大。更何况对手是右台，右台是一个配直头配很凶的玩家，刚才又是一个牺牲打哦。对，好 ，V 反第一次，
哎呦，有个跳 OK 啊，黄汤的漂亮，强点不行啊，将军拳头毕竟是比你长，这判定很好，他要赶快离开位置，真正人的威力 EX6P 帽子对空来 ，OK， 改下来战斧，刚才没有被插合哦，他只要小心哦，一个插合就是爆，对，要小心哦。好，角落的机会，按得开心没关系，千万不要空阵。对，千万不要空阵，因为重攻击空阵其实来了哦，好险，差点就被打到。好，没关系，坚持一头进角落。哦，赖床，倒栽葱，倒栽葱再一次。右台做这种 set 不会是做的非常扎实的家。啊，这个你是休想用。我故意不起身来看体感压会失误，他全部都是消费 friend， 这是右台他非常强力的地方哦。对，这是这个玩家非常厉害的地方。那个他做的这个东西是很扎实，全世界大概没几个人玩家。他消费 friend 真的做的很棒，对你不要期待说你可以这样子去强点他，不可能。好，滚进来，晃晃一 K。这个老实讲，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六万分，对他这么的稳，对。台湾 Rainbow Mika 杀手不是浪得虚名哦。哎，好拉火，哎，剪刀脚换边套路，我第一次看到。不，这其实将军还蛮爱用的。是，这换边之后，他要点的这个攻击次数其实很多，要不然他集齐时间不够，后面不能带东西。OK， 哦，阿哲这一盘就守得不错，我觉得。嗯，右台不是那么会靠近。哎呦，可是滑梯中了，拿电气球来了，来了，一插直接投来了，最危险的。下一次是什么？又是再摔一次，滑掉角落了。耶耶！啊，倒栽葱，左发拉折，哎，运气不错，左摔，可惜了。好，退康打准，塞空包啊！这边可惜啊，又还是想要退康，可是他并没有看到阿哲解出来的按，他是用体感按的。对，他是稍微退一下就按了。对，要缺乏就是要预防被对手强点一些东西。是。好哇，其实两边互不相让哦，各拿一个灯。他们这运气不太好，因为将军的摔击其实四摔算远。你说四摔吗？对，那打其他角色可能不太会被摔到，但是打将军会。哦，毕竟将军他四摔蛮长的。哇，这边想帽子对空，可是右台跳路的角度很刁钻哦。右台这一定是有研究过那个跳角。对。哇，有反应，可是运气不好哦。是慢了一点点。该说被骗呢，还是右台太远了呢？对。这不知道，因为其实那个情况是有可能吸得到的。哇，这个好，直接不一翻。哇，中手缺了没出去哦。就一个机会，优台对自己的接近能力还是蛮有信心。很有信心，对。对，没反放掉就不太容易靠近了。哇，不清手对空还是很强势，空对空不给走。哇，阿哲血量绝对领先，但是别忘了对手是 Rainbow Mika， 要小心哦。打一次就危险了。对，千万不要打。优台。还没有放弃希望，这滑梯我好拼哦！哎，哎，他没 B 耶，好险好险好险！他没有 B 出一个，哎呦，被骗到了，完了！哦，中手缺了卡的，一眼金币攻，完了，身子折来，米凡，再一次吗？哦，没有，好，他还要唱歌吗？他还会唱歌吗？他上了，上了 ，VT 来 ，VT 来了，哪对金币攻？可以用这个。哎，好险！哦，还好，这距离还安全。花一颗气换掉那个时间，增加十五秒。右台的 VT， 哇，好紧张！哇，攻击不够，攻击不够。其实右台原本就想相杀，只是攻击不够。拼个尖端哦，不过这边阿哲最后是拿下第三盘胜利，2-1。这个也是帽子对空强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你会想说，他如果不出 JHK， 那将军是不是打不到他？是，打不到没有错，可是你也不能干嘛，因为那轻攻击。OK， 昨天他也没什么风险。除非他今天阿哲是挖二 GP， 那就对，二 GP 风险就比较大了。对，是一定的，那毕竟那是重攻击，而且发生慢。对，我进来拼一个指令头，摔进角落，右台还没有放弃，延迟康没有达到效果，直接先推开，极重脚进来，被逼反，十六 P， 举拉开唱歌。啊，米卡唱歌的效果可以让下一次的不管是普通摔还是指令头都可以伤害增加哈。嗯，啊，这跳得好痛，麻烦了。右台来喽，啊，前面 V 反用的比较多了哦，所以阿哲这边要忍住哦。对，不过这边晕啊。刚刚有提升摔的攻击，这个应该带走了。哎，没有，这边要 reset 的。OK， 指令头摔出去。我想说他直接接那个一叉转，不知道会不会带走。刚刚的补阵有点多，可能不会哦。他可能怕带不走。对。如果想说我唱歌，说不定带不走。是。
好，滑梯被挡住，哎、欸，哦，这个运气很不错，这是持续挡到 ，OK， 正常挡到都最少是负五起跳，一定可以去。嗯，好，距离拉开，哦，两边打到，哇，越打到后面其实越打越谨慎。其实我觉得阿哲真的很想过去揍他，但是将军跳很高啊，是，对右台这边来讲，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对应啊，是。野岛转换边，他进来，他那个地方用踩的，说不定会比较好一点。就不说哦，直接踩嘛。对，直接踩下去。啊，右台的机会，领先一个灯的情况下 ，EX 倒转下来。哦，这不管了，飞大。赛过跑了吗？滑梯要来了吗？哦，重拳暴毙，这么远暴毙哦，硬爆了。EX 剪刀转直销，直接进来。好，右台有 VT 哦。哎呦！直接照相，好漂亮，这反应真的漂亮。这右台其实他不管的，他直接等阿哲一个动作，他就按，他就按。了不起相杀，我一插就被勾起来。你要是如果刚好拍到重攻击的话，我还可以打你。对，没有错。好，扳回一城，二比二，哇，第一次强，第一场比赛就要来个强尾盘啊。嗯。好，阿哲跟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对，击毙才会决胜。好。哇，开场就被靠近，这不妙了。哇，开场右台气势。最尖端，不可以跳，将军跳很高，弱点在这个地方也展露无遗哦。啊，角落阿哲好痛苦，一金币公寓啊！哦，我进不去。这边还会 reset 一次哦。哇 ，dash 进来，阿哲好痛苦，真的太痛苦了。将军真的进脚就死了，这个对决就是啊，右台一个反听牌。重剪刀进来，这是负的哦。哦，直接后后躲，空对空，直接剪刀脚，正确接法，这样推脚比较远一点。好，再一次，哇，可以，毕竟还是 B 反，还可以，还可以。哇，这边想乱动哦。右台其实是有点延迟扛，然后往前走一小步，他才对，他没有马上按哦。对，他就是要抓阿哲，想要试试。对，哇，被逮到了，逮到。直接带角落了 ，OK。阿哲会不会死在角落呢？哦 ，V 反用了一次，哇，倒转又被摔进角落，对 ，G X 一头，有台，生死者来了，中手，等顶一下，啊，好痛苦，阿哲怎么办？摔空跳，掉包掉包，逆转就在此举了 ，V 反，啊，这边下段有捞到 ，E X 有平盖下来，还一次机会。再盖一次，哦，这个确定等到了，等到了，等到了，又被右台等到了，麻烦了，哇，这右台的奖品，右台奖品，对，哎，哇，因为这个东西在牺牲完是真的哈，对，没有，主要是因为右台的配招，他刚前面都有配一些跳啊，对，就是他不是只有配 dash， 哇，又来了，不行，这我觉得这用右台他另外一个厉害的地方，他对空真的是相当的厉害，那是真的，对右台他的反应很好，特别是对空这方面是。这骗阿哲真的是骗到，对，骗了好几次，真的好几次了。对，那么唱麦克风真的是一个很吸引人进攻的一个手段。对，这个其实不是只有阿哲会这样了，全世界的玩家都会这样。你只要看到米卡还在唱歌，你真的很想跳过去揍他。啊，又是一个中手天人带，又是金币钩，按照康特洛普顶下。哦，对，康又被躲掉了。一滑梯塞空抛啊，硬爆。米板，哎，米板没有中。还是真的吗？这边接被右台最后一个一叉金币钩带走，恭喜右台三比二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我们恭喜右台。打得漂亮。好，不过阿哲这边也不用灰心，我们还有败部的比赛可以打啊，期待阿哲在败部精彩的表现。嗯，哦，其实。